司机大哥，你这什么牌子的车啊？我第一次看到。这国产的。叫什么？蓝图。你再往前一点啊。对。好帅哦，那个车灯前面那个 logo 是会发光的。我们现在这台车，司机大哥说要70几万，而且是纯电的，纯电的，纯电的，哇，纯电的。这里是高速公路吗？是。那为什么旁边有那个灯？都有啊。所有的都有啊。哦，都有哦，那这样很有速度感哦。司机大哥，我问一下，你们这一台车的那个吃电会很贵吗？一度电怎么算呢？不贵。像譬如说一公里的话，大概是。平均是多少钱啊？这个我昨天晚的充满一次电，我是12点钟凌晨，差不多12点过去充满，对，就花了不到40块，不到四十块，可以不到200块，200多公里，那就一公里才1块钱平均，没有一块哪里一块一毛，一毛哦，对对对，好便宜。